吃个八爪鱼。哇，这么大的大长腿啊！只要你喜欢吃，我每天都做给你吃。老板，先别吃了，赶紧给我来200块钱海鲜。大姐，你要200块钱呢？200块钱，你家冰箱能放得下？200块钱不就那么几包吗？拒绝浪费，从你我做起，在咱们家一样都用不了。老婆，先别吃了，给大姐好好介绍介绍。好嘞，大姐，太香了啊！给你介绍介绍，来。哎，掉了。哎，大姐，三包大个蛋黄，上面有三包。三包鱿鱼脖，每包400克啊！再来上2包深海章鱼须，每包半斤；2袋花甲肉，2包蛏王肉啊，满满一大箱子。今天啊，给小妹点个小红心，小妹再给您送上2只澳棒，一共是14包海鲜，只需要99，还包邮呢！哇，这么多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